啊，不然嘞，一路往西吃下去，是时候搬来新加坡的西部了吗？我会考虑，我会考虑。开车不能喝酒，酒对，喝酒不开车，对，双倍点。对你做的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泡面呢？我看你脸，一个字饱。嗯，好新鲜啊，太爽了哎！我家终于醒了。这些真的是我这一次最期待。我要谦虚一点的。现在呢，我人在非常偏西部的地区。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一路往西吃下去。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美女来宾陈琳。耶！谢谢你愿意为了我来到了这个新加坡的西部。你是住哪里的啊？我其实是住在偏东部的地区。哦、oh, ，对。Okay, welcome to the West, West side, best side 。我个人对西部不是很熟啦。哦、oh, ，OK， 那我今天就当你的导游吧。好，好，我们去吃到饱。陈琳呢？她其实是 Yes 933知名的 DJ。我是陈琳，我是主持早班6点到10点。如果你通常那个时间有听933的话，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声音，我主持大咖一起来。那今天我们要去吃三间，对，这三间呢，其实都是陈琳在新加坡非常常去光顾的美食店。第一站呢，我要带你喝好喝的咖啡啊，我最喜欢喝咖啡了。OK， 这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开的一间店，叫做 House Downstairs 家楼下。家楼下，哇，非常的接地气的名字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赶快先去第一间。走，特别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这支影片，也在这里呢向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一整年欣欣向荣，容光焕发。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，过年非常喜欢待在家里追剧，太多太多的影片偏偏是在你居住的地区是无法观看的。这里呢，我真心推荐我的法宝，也就是 Surfshark VPN， 它可以帮你轻松的解锁地区限制，让你无时无刻都能够享受全球各地的媒体内容，再也不用害怕错过任何的赛事直播咯。超划算的是它可以一个账号无限多装置使用，可以和你的叔叔阿姨哥哥嫂嫂一起分享哦。此外他们有超强的 Clean Web， 可以阻挡超过100万个恶意网站，有强大的加密技术，就算是在咖啡厅或者是机场使用公共 WiFi 也能安全无虞哦。现在只要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，并输入我的优惠折扣码 ALLYEATS，就能取得 Surfshark 的限时新年优惠，即可获得3个月的免费使用，还有30天的无条件退款保证哦，完全不用担心不适用。第一间家楼下，耶、yeah, ！欢迎来到家楼下，谢谢，真的有家的感觉。然后今天我就非常贪心的跟陈琳 request 了，我们要吃三道，所以我就安排了这三个。我是一个面食者，所以我推荐的是 Laksa Goreng，所以它有点像 Laksa 还有 Mi Goreng 这样子一个混合体吧，所以算是 fusion 的风格。嗯，干的老沙。然后如果爱吃饭的话，因为有些朋友是饭桶，那这个是 cream cheese。我就是饭桶。你是饭桶，我是。Okay, 所以 cream cheese 我们用的是炒饭，然后它就类似泡饭的概念。你跟观众说一下 cream cheese 是什么？ cream cheese 就是crayfish 还有 congee 加在一起就是 cream cheese。然后之后如果爱吃面包的话，我们也有很多选择。欸、我也是超爱吃面包。真的吗？但我觉得我们的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牛角面包啊，啊对，就是croissant，对，然后里头有卡亚还有 butter。好，那我们先吃。面包可以，好，哎、欸，开动喽！好好好，试一下，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它的 croissant 很好吃哎、欸、，croissant 的关系，虽然口感会跟其他的那个卡亚托层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嗯、然后它的卡亚是那种黄色的，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绿色的那一种，嗯，它的面包，非常松软、我超爱吃 croissant。好吃，这个我很推荐大家来试看看。而且它的 butter 我觉得吃起来配那个卡亚，它的甜度是刚刚好的，对，很好，嗯，不会太甜。只要约拍片，真的是约好多次，好久，终于约成功。上一次是他说他突然喉咙痛，就不舒服，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换我喉咙痛，我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一定要约今天。这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就随意。哎、欸，它不是粥吗？它怎么感觉不会像粥的感觉？它不是粥哎、欸，它就是饭，对。所以通常是要把那个饭压碎嘛，这样子吃。嗯，对。嗯，好特别哦，它有点像
半团的感觉、然后泡在那个汤里面这样子。汤其实我们是用虾那个虾头然后去熬的、而且喝出来那个汤头是那种有那种鲜甜味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乌妈咪会蛮重的，就像你说的。所以如果你不太吃咸食的话，可能这个你就不会太喜欢。但是还蛮好吃的，蛮特别的。吃虾吃虾。那你会希望你以后找到的男朋友是会愿意帮你剥虾的人吗？不用哎，我还蛮享受剥虾的过程、我是那种喜欢的。哇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一种饭团泡饭，饭团饭粒是有点偏，算是硬一点点的口感。说一下，因为其实这些海鲜都是来自我的爸妈，因为等一下可能还是会吃一些海鲜、所以这边的食材都是从那边新鲜运过来的吗？海鲜方面。就是我跟我爸妈那边拿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间会去最西部的地方，对，最西部的地方，然后要去开箱一下他爸妈的店，是我很期待。我其实今天最期待的是那一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第三道 ，OK， 这一道叫做 Lacaboran。因为它中间有那个 Sous-vide egg， Sous-vide egg 中文叫什么？半熟蛋。所以这个 Sous-vide egg 呢，通常你可以先吃一口啦，然后你觉得如果可能味道太重的话，你再掺在一起。你先尝一尝原味吧。好。哇，很特别干的 laksa， 就是 laksa 本人哎、啊，不然嘞，就是 laksa 本人哎，是他没有错，大家不要怀疑，就干的版本啦、所以这边每一道菜都是你跟你的伙伴一起发明的，因为我主要做事之前是不会下厨的，完全不会，零厨艺的那一种，零厨艺，所以你做最厉害的是什么？在煮饭之前吗？对，泡面呢？就是。我们刚刚吃完了前面三道菜， yeah. 那现在来喝一下你们的招牌咖啡。你点的是 ice white， 我点的是 hot black。哇，好喝吗？你们家豆子是偏酸的，太酸了。没有，我觉得 OK， 觉得很香，而且它酸的很香。但是对我而言，我觉得还好哎， okay.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啦。好，我现在终于醒了。行了，我们刚才干嘛？我们刚做了什么？我刚才吃了三道菜，吃了三道菜，还是不免俗的要给一下哦。你们都会给分的哈。我觉得总体来说，加上咖啡啊，零食，就得有8.8。算是蛮高分，很好哎！农历新年来这里好，8.8也很高哎！哇，谢谢谢谢！你会给多少？哇，你都给那么高，我要谦虚一点了。因为你给8.8的关系，那我给8.5吧。我觉得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进步嘛。因为你是客，所以我的那个标准要比你的更高，所以不可以比你的低。希望下次我可以达到更高分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好吃的咖啡。谢谢谢谢，下次再尝其他的那个食物。好，而且我很喜欢这里的。环境感觉非常的舒服，对。好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试看看，这件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第二间，走。OK， 我们要开动喽！好，我们今天点了有一样是三道菜，对，原本第二间我们应该还可以吃得下去吧？应该可以啦，吃不完的话可以打包。那你说一下为什么这些你会常来？我很喜欢这里的地方，是因为它平时人没有很多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人那么多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这里的食物很好吃。Number one， 它的炸酱面就让我吓到，因为我觉得要在新加坡找到好吃的这个韩式的中式的炸酱面，容易找到，但是好不好就是另一回事嘛。那个欧巴，我觉得啦是蛮好吃的，欧巴很好吃。这个。跟欧巴的一样好吃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pancake 呢是很脆的，我们点的是 kimchi pancake， 然后糖醋肉呢，我自己觉得好吃呢，因为它是那个酱跟肉分开，不是每一间都这样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你放在一起的话，很容易会暖掉，对，没错，懂吃，我们先吃炸酱面，可以。怎样？会很 Q 哎，韩式的炸酱面都算是偏甜的，偏甜的，对，
但我觉得这里的会比欧巴的甜一点点，好吃、嗯。但是我觉得这里的面也比较 Q， 比起欧巴的，它的那个酱汁扒在那个面条的那个力度蛮够，它是有紧紧的扒在，对吧？就有好好的吸收的感觉，有，就是你吃的每一条面条都有那个那个味道。我先吃一下 pancake， 可以吃边边脆脆。里面的泡菜也是有够酸、嗯，所以它有那个发酵的那个香味出来，嗯、好吃耶！我觉得酱就蛮好吃的，对，但是你加酱更好吃。是不是有入骨？真的没有，而且它的皮好脆。嗯，我看你脸，一个字薄。拿出来是不是？我很喜欢的是它的面粉感没有很重，对我同意。里面是都真材实料，吃、到菜的那个、那个感觉出来，这好适合配啤酒哦，所以我常来啊。Thank you， 咖啡。你醒了，眼睛变大了对吗？我来吃一下它的糖醋肉。对，然后也是非常用心的酱汁分开放。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醋，我也是。还有酸的味道，够酸。因为我觉得糖醋肉这道菜就是需要它的 sauce 有那个酸度高，它才可以把这道菜整个拉提出来的感觉。因为我在韩国我也有吃过糖醋肉，去韩国玩的时候。然后他们有一些店呢是比较不好吃的啦，他那个酱汁会做的比较平淡一点，然后就觉得哎，好像只是沾了一个甜甜的酱的感觉，然后没有什么层次感。我觉得你这一间应该其实才是你最常来的店吧，因为我不好意思去资源店呢，而且老实说这也是离我家最近的。哦对，而且他啤酒真的很厉害。对吧，太爽了哎、是不是真的光喝就够哎。你没有吃这个小菜吧？没有耶，这个小菜哦，其实也很好吃。哇，好吃！它每天不一样啦，但是有时候会真的很浓的那个沃克的味道，不错哦。天生就有一点点沃克的感觉了。哎，我第一次吃到小黄瓜的沃克。第二个是这个是？这是鱼皮吧？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呀，比鱼饼好。这里的应该不错，因为它的这个你尝的是酸的，对吗？对，这个应该也不错。你给几分？这个我应该会给个一样8.8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他们的好吃程度在我心里的定义是差不多的那个位置。对。然后最喜欢的是它的糖醋肉。哦，我担心你会失望哎。我很喜欢。OK， 好，我给8.4分。你这样说比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可以给加油站太低分。没啦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加油站的那个比较多样化，但是因为 Alison 说不可以把那个啤酒算在内。好，那我先把啤酒算进去，那就8.9分，加多0.5分。因为它的啤酒真的是又便宜又冷，冷很重要，而且你可以选择大杯或小杯哦。你看，哎呀，刚好、我要喝第二杯了。蛮推荐大家想要吃韩式中华料理的话，可以来试看看。如果你幸运的话呢，可以看到陈宁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最后一间，我现在要出发，走。最期待把你带到这里，因为这是我爸妈开的店，卖的就是烧鱼，还有很多的海鲜。这边真的非常的细哎，然后这边大牌是526，所以它是叫526 BBQ， 对对对，好，而且他们生意好好，其实不错啦，等一下会更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特别有提早过来，对对对，没有这么多人，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像你说的会爆满，那我们今天。已经上了4道招牌菜了吗？算是，当然来这里就一定要吃这个烧鱼啦，耶！因为我很喜欢这里的鲸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肉非常的嫩，我凭良心觉得真的是最好吃啦。然后拉拉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，这是我小时候一个人呢，从11岁开始 ，OK， 就可以一人完全的把这个给吃完。我最喜欢就是把那个汁淋在那个炒饭上，哇，这里就可以很好吃，对对，然后这里。
点的，真的是有白饭也有炒饭，嗯嗯，对，然后最后是这个手刀，手刀、嗯、也是炒桑巴吗？对，也是，先拿一点炒饭，好。这里是比较粒粒分明的， 对吗？非常的粒粒分明，它味道就是不会说太淡或者太咸，对，刚刚好。我觉得你配这个酱应该非常绝美，因为我比较重口味，所以我其实还蛮，我也是重口味，对，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搭配，好，就是大口的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哦，我喜欢啦，但是我不懂你喜不喜欢。哎、欸，你说皱了眉，它皱了眉头，不是它的酱是有点带甜的哎。嗯，这里的三八它是有点甜度这样子，哇！而且它辣度我可以接受哎、欸，嗯，它不会太辣，甜甜咸咸，然后又有那个酱香味，蛮浓郁的、嗯，然后可以刚好搭配炒饭的话，很厉害。我觉得这个哇，它好下饭啊！来吃一下它的海鲜，它的喇喇，哎，好新鲜啊、嗯！很喜欢，来尝这个吧。现在试的是他们的招牌，对，就是陈林最常吃，而且也是新加坡觉得最好吃的，对吧？当然 ，Sambal Stingray， 嗯，好吃哦，好吃哦。而且我很喜欢的一点是它的那个鱼皮上面有一点烤到焦焦的感觉，对，脆脆，对吗？对，懂吃懂吃。我很喜欢它有点焦脆焦脆的口感。嗯、这个是你它的鱼肉是软软的，那它的皮是有点焦脆焦脆的。哎、嗯欸，好好吃哦！哎、欸，它真的焦得很漂亮哎、欸，好像很淡，好好吃的。欸、它的手冻真吓我两大跳，它的手冻好好吃哦！哦，你喜欢 Q 的吗？哎、欸，担心有些人不太爱。非常 Q 哦，酱跟酱的葱又有点那个葱的香甜味出来，然后搭配那个海鲜的鲜甜味，完全是给你双倍甜。新锐已经够好吃了，然后没想到它的手冻呀，很厉害，这个也很厉害。搭配饭的话，你可以光吃白饭配它这个 sauce 就真的可以。刚才不小心又多点一道的虾婆，而且它大小你看不是开玩笑哎、欸。然后它这个你看中间还有这个虾婆卵，我们来吃看看。嗯，好，现在要吃哦。嗯，好，吃一下。嗯。有不一样对吧？已经有让我大开眼界。我有朋友真的是会刻意来这边买那个虾吃哦，真的哦。我觉得你们家的海鲜啊，其实Stingray或是虾婆或是手冻，比很多主场店或是卖那种 barbecue 烧烤店，我更喜欢。谢谢。它除了是味道该有的都有之外，它有些还会超越。这间店给分的话，我自己凭良心我会给，我觉得可能有个9.3，所以它算是我目前频道所有吃过的美食里面，算是不是第一就第二，蛮高的那个，对，很高分。谢谢。因为我不会给到10分啦。对了，我明白。我给10分，因为我一定是偏心哦，我先说。哎、欸，我爸妈的甜点当然要给高的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我有来自国外的朋友来到新加坡。我一定会带他们来这里吃 ，OK， 因为我就觉得品质保证，然后你也可以吃到一些跟可能他们自己家里的味道不一样的食物。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跟他妈妈聊个天，妈妈非常好聊，妈妈很可爱啊。那我们先继续把它吃完。你现在真的有在认真吃饭呢、欸？有啊，有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很久没回家吃饭了？因为毕竟这点食物。觉得就是对我而言家的味道，对家的味道。哎，我们去了三个地方，耶、yeah! ！好开心，好饱哦！我接下来3天都不会吃。我们今天吃完这3间都是陈林平常在新加坡很常去的店家。对，你吃的3间，有没有觉得哎、欸，是时候搬来新加坡的西部了吗？我会考虑，我会考虑，但是真的非常远。OK， 所以今天你有没有最喜欢的、最留下深刻印象的？哇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3间。哦，姐，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。我要替 Maggie， 我的妈妈。来，谢谢你。我觉得他的那个手冻非常推荐。我没有夸大吧？没有，还有 Stingray 一定要点，好吃哦，好吃哦。然后你刚刚吃最多的那一道菜叫喇喇哦，喇喇喇喇，那个酱麻烦你可以太好吃了，多一点。那你呢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啊 ，OK， 老实说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做选择哎。不行，你一定要选一件。我饱了还是会吃的，我要介绍家楼下，家楼下比较需要多一点人。谢谢你也愿意跟我一起来到新加坡的西部。
非常开心，今天谢谢你带我 explore 了新加坡的西部西游记，欢迎你常来。那今天非常感谢陈宁来 Ellie East， 如果想再看到他的话，可以在面留言和我们说好吗？然后也可以推荐或是家楼下526，对，还有 Ziggo， 还有 Ziggo， 对，有去过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你的意见。耶 ，OK，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